死亡是我给你们讲的第一节课。死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死错了地方。除了犯罪，我们别无选择。鲜花和青草是死者的语言，我们的罪行与校长一比简直微不足道。闪电划过窗外，一个极度无耻的人竖起了不朽的雕像，一个无比纯洁的人早已灰飞烟灭。我想我回到了故乡。